这人谁呀？董事长夫人你不知道？你这是又怎么了？你倒挺悠闲啊，把我推去开家长会，让老师跟机关枪一样对我一阵乱喷。 我这也是临时取消了个会议嘛，这不刚休息一会儿。江总，你找我呀？亲爱的，哟，你来了。哎呀，董事长夫人好。哎，我说，怎么最近不去我家玩啊？跟哪个帅哥泡呢？把姐都忘了。不要去，去完你家我再回我那窝里，我心里多不平衡啊！你说你人长得漂亮，嫁的还好。董事长。 凤凰坡开发计划已经批下来了，专家论证会呢，1个小时以后在设计院召开，你代表公司去参加一下。我不能去啊！哦，江总，我约了省委公司的王经理，一会儿要谈 AT 项目。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这个 AT 项目暂时先放一下。江总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好了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再说一次 ，AT 项目无限期延后。 听懂了。哎，看见了，这就是你闺蜜，什么态度？本来就是你简单粗暴，连话都不让人家说完，再怎么佳佳也是你这儿的干才。小丽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我们公司的事儿你少掺和，孩子孩子让你惯坏了，你看看这员工让你惯的，成什么样子了？我怎么了？我说什么了？ 对了，孩子又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对不起啊，王经理，对不起，出来的时候临时开了个会。请坐，请坐，来，喝茶。啊，谢谢。边喝茶边聊。啊，王经理是这样的。 AT 项目前期宣传，我们公司现在吧。陆佳，我早就得到消息，说是你们海洋集团已经把这个项目无限期的延后了。你知道了？是不是有一种挫败感？我们为 AT 项目准备了那么长时间，忽然叫停，我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。 AT 项目比较前沿，不是所有人都能喜。以至于你们公司对这个项目的犹豫，我们早就预料到了。之所以咱们还能继续合作，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执行者，就是你。海洋集团的退出，对于我们来说啊，没有一点损失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已经给 AT 项目找到了一个新的主人。 到时候会有猎头公司去挖你，王经理 ，AT 项目是海洋集团的。陆佳，现在 AT 项目已经不是海洋集团的了。哎，咱俩因为这个项目接触这么长时间，你能不能不老叫我王经理？这样太生分。你就叫我王健。好。 王健，我还是那句话 ，AT 项目是海洋集团的。江总，你找我？来，坐下。陆佳，你给环卫工人和棒棒们安排爱心补餐这件事，做得不错，社会反响也很好。我觉得这件事情。 可以长期做下去，就定在每个月的8号，地点就设在望江楼，你再安排几个公司的宣传人员配合一下。望江楼迟早要拆，拿它做文章做宣传，我觉得意义不大。反而我倒是觉得，它最起码能给公司增加一些美誉。公司的美誉度是靠产品说话。
先进的理念才是核心竞争力。我觉得这靠炒作来的名气，就像吹气球一样，吹多了自然会破的。你是不是跟那个棒棒有什么个人恩怨呢？哪个棒棒？哦，是这样，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，你跟那个牛老妖好像有什么债务关系是吧？啊，当然了，这是你的私事，我不应该过问。可是我要提醒你，你不能把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混为一谈，尤其是千万不要公报私仇。江总，请您放心，公事公私事私我分得清楚。哼，能分清楚就好。不过呀，我看你最近的情绪有点不太对头啊。我只是觉得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再给 AT 项目一次机会？难道公司的决议都让你无法服从了吗？我们不应该放弃这一次把握前沿科技的机会。照这样说的话，你并没有放弃这个项目。对。杨路长，等有一天你坐到我这个位置上的时候，再谈你的什么前沿科技吧。如果你想在海洋集团继续做下去的话，那你首先要学会两个字：服从，无条件的服从。哎，江总强行叫停，我们的计划失败了。本来我就不赞成你背着他自搞一套，这在我们公司的项目合作史上也从来没有这么做过。我是不忍心 AD 项目被人抢走才出此下策。哎，你说换来江海洋一句什么等你坐到我的位置再来涉足什么前沿科技，我真是自作自受。佳佳，要不然这样，你跟着 AT 项目一起走吧。什么意思？我上次不跟你说过吗？有人看中了咱们的 AT 项目，我也向他们推荐了你。等你过去之后呢，全权负责项目的推进，待遇要比海洋这边高，你觉得呢？我不去。为啥？我力图促进 IT 项目，是因为 IT 项目能给海洋集团带来另一次的机会。我对公司有感情，我可不会离开他。可你刚刚还说……哎呀，我就发发牢骚嘛，被人骂也不掉肉，是不是？前海洋总体对我来说还是不错的，我不能忘恩负义吧。对不起啊。原来说是想拿婚车接你回去的，时间太紧了，就改缆车了哈。谁让你用婚车接我了？我这是回去看妈和倩倩。回去就好，回去就别走了。你给我个不走的理由。嗯，你看我那棒棒饭也开起来了，你过去帮帮忙，我呢踏踏实实当棒棒，钱挣差不多了，把公司开起来，你也就用不着上班了。你还要开公司？我是一直都想开的呀。那你既然要开公司，为什么还要把钱还给我呢？牛老妖，你突然提出跟我离婚，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没有啊。不说是吧？嗯。